哦，不要浪费时间呼吸，我不是请你来呼吸的。你又没有付我们多少钱？哦，提到这一点，我有东西要给你们。啊，太棒了！我们那微薄的薪水啊！啊，美好甜蜜的领薪水日。啊，哦，抱歉，这是送洗衣物，这封是你的。海绵宝宝，这封是你的。 蟹老板，我不能收你的钱，接肉饼是我的信号。这算什么？你居然要我付钱来帮你雇收银机收钱？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？你的脑袋有问题吗？蟹堡王的规定有点变动，只要我逮到你们两个摸鱼打混，我就要你们两个人付钱。18、19、20，拿去吧，蟹老板，这是我应该要付给你的工作费。哦，这是我上班时间绑鞋带要付你的5毛钱。 海绵宝宝，请问你在做什么？我只是还蟹老板我欠他的钱。我绝对不会付给小气螃蟹一毛钱的。我建议你跟我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当团结的劳工，要求老板要给我们应得的尊重。现在，你跟我应该要一起罢工。哇哦，你跟我一起罢工？对。 毕竟你喜欢工作，对吧？对。你想继续在这里工作，对吧？对。你在这里工作的时候，希望获得公平的待遇，对吧？对。那就一起来罢工吧。哇哦，罢工喽！一起来罢工，我们要罢工。我不知道罢工是什么意思，我们要罢工。嘿，蟹老板，你猜怎么样？我跟章鱼哥哥要一起来罢工哦。 罢工啊！对，你是说你们要举起抗议牌？对，你们要发表抗议的演说啊？对对对，你们会要求我尊重你们？对，不，不，章鱼哥，你没跟我说，我会被开除，没有蟹堡王餐厅，我。 我，哦，章鱼哥，把我老吧，我要生病了。海绵宝宝，你听好了，我也被开除了。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发动罢工的原因呐。他不可以再这样对待我们了。我们在这个破烂的地方虚度青春岁月。 他亏欠我们太多太多了，他很快就会发现，其实他非常需要我们，我们团结的劳工。抱歉。